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.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. ألف لام ميم. 这是从全世界的主降世的经典其中毫无疑义。他们说他捏造他们，不然，他是从你的主降世的真理，以便你警告在你之前没有任何警告来临过的民众，以便他们遵循正道。真主曾在六日内创造天地万物，然后升上宝座。除他外，你们没有任何监护者和说情者，你们怎么不纪念呢？他治理自天至地的事物，然后那事物在一日之内上升到他那里，那一日的长度是你们所计算的一千年。那是全知幽冥的、全能的、至慈的主，他精致他所创造的万物。他最初用泥土造人，然后用见血的精华创造他的子孙，然后使他健全，并将他的精神吹在他的身体中，又为你们创造耳目心灵，你们很少感谢。他们说，我们消失在地下之后，难道我们又重新受造吗？不然，他们不幸将与他们的主相会。你说，奉命主管你们生命的死神将要使你们死亡，然后你们将被召归于你们的主。假若你看见犯罪者在他们的主那里垂头丧气地说，我们的主啊，我们已经看见了，听见了，求你让我们转回去，我们将做善事，我们却是确信者。假若你看见那种情况，若我抑郁，必以向导赋予每个人，但从我发出的判词已决定了，我必以精灵和人类一起填满火域。你们尝试吧，因为你们忘记今日的相会，我就已忘记你们了。你们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尝试永久的刑罚吧。信仰我的迹象的只有那等人，别人以我的迹象劝诫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便俯卧叩头，并赞颂他们那超绝万物的主。他们不敢妄自尊大，他们泪不落床，他们以恐惧和希望的心情祈祷他们的主。他们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，任何人都不知道已为他们储藏了什么慰藉，以报酬他们的行为。信道者与悖逆者一样吗？他们是不相等的。至于信道而且行善者，将来得以乐园中为归宿，那是为了报酬他们的行为的。至于悖逆者，他们的归宿只是火狱，每当他们想要逃出，都被揽回去。有声音对他们说，你们尝试以前你们所否认的火刑吧。在最大的刑罚之前，我必使他们尝试最近的刑罚，以便他们悔悟。有人以主的迹象劝解他，而他不肯听从，这样的人谁比他还不义呢？我必然要惩治犯罪的人，我却已把经典赏赐谋杀，所以你们对于接受经典不要陷于犹豫中。我曾以那部经典为以色列后裔的向导，曾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为表率。当他们忍受艰难确信我的迹象的时候，奉我的命令去引导众人。复活日，你的主必定判决他们所争论的是非。难道他们不晓得吗？在他们之前，我曾毁灭了许多世代，他们常常经过那些人的故乡，在那里却有许多迹象，他们怎么不听从呢？他们还不知道吗？我把雨水赶到无草的地方，而借它伸出他们的身序和他们自己所食的庄稼，难道他们看不见吗？你说这种判决什么时候实现呢？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，你说不信道者在判决日虽信无益，并且不获宽待，你应当避开他们，你应当等待，他们必定是等待的。